黑色三場啊，三門啊，三門啊。邊個執到就邊個攬板。慢慢，八秒。啊好。小欣似緊啊！喂，爭少少個幾喎？十號板，好收到。十號已經五個板啦，哇！呢場會唔會過廿個板嚟咯？又玩，唔會。嗌嘢飲先。睇唔到幾好。十號，係。十號已經攞幾分啊？差唔多添。會飲嘅，下次都係壓第二個。而家就唔係咁好，唔係咁容易壓啦。而家啱零號板，二十個太誇張，未決啊！十個或者可以俾。而家越嚟越難壓啦。阿杯嘢飲嘅都咁難。二號板。二號板。二號上場好犀利啊！攞到好多分啊，籃板啊！舉手啫，人哋誒偷波啊！零號偷波。以為俾唔知幾號？二號板。二號板。嗰個唔知起手，嗰個起手上一號起手。我都喘緊氣啊！打到五蚊，裝都唔夠，佢都喘氣啊！係咪今日天氣凍特別？哇！呢、這個又唔跑定喺度，因為平時好快啊嘛。黑穿得咁勁啊！黑穿先勁。係啊。黑驚第一次。
三分。廿三號兩分入。可能勁啦。啊 ，sorry， 廿三號三分入。係咪鏡頭跟埋你跟你跟？哎，靚傳啊！呢下，哎呀，佢炒粉啊，內山，即係視野真係好靚啊，阿永。唔係，鏡頭側前啲後邊，係啦，啱嚟。球證真係可以配合我哋一雞啦，黑面球證唔理啦，就黑到佢點啦？八秒，哇！啲好似放煙花咁樣，美風啊！三分佢舉曬，係六比十喎，不過啲命中率都好高啊，打六分鐘啊，係粒得靚啊，不過打唔到啊個暫停白色，唔使啊，我點解得邊唔使啊？佢知道，見你又唔反應，你有反應，電三冇冧打號，零號或者零零號。東尼啊！王子偉賺傳俾十一號，你俾重喎十一號啲，十三籃板嚟講，十三板，連國前防都入埋牆啦，呢個已經係最強陣容啦，即係唔想輸咁多就要，不過嗰邊阿雪雪未出場啊，雪瑩，慢慢最後秘密武器先。有啦嘛，廿三號兩分入，係零號傳啊，十三號，五十一號，嚇死我！咁呢個計分好重要喎 ，T1 同 T2 都自己執，一賽唔係。哎，二號有機會延一個位啊，大同睇唔到啊。哇！加速啊！三個一抹掉佢啊！繼續加速，冇位啊！零號啊！呢個零號，二十個射手都係唔係好準喎？平時好準嘅話，咁啊！大家睇到，大家睇太慢啦！呢個聯賽，因為好多球隊請假。二號都冇乜表現啦，今日，但係同呢個位置食虎位啦嚇，好厲害啦，五號板係好厲害。0-1，51號兩分。係啊，同埋個進攻效率好快啊，即係好似行雲流水咁嘅速度啊！如果咁樣表現，真係冠軍啦，我就話。死咗佢啦！呢啲兩分，邊個俾佢呢啲啊？十一號兩分入。十一號兩分入。
太準喎，射爆咗呢個飛飛波啊！射爆波啊！呢場比賽啊！啊！上次射，上次洞失到喎，成都13號。11板。啱啱啱，我同意呢個方法。好啦，又打波見頭暈嘅啊！王妙儀入場。一分鐘。拜拜。靚路手。79板。51板。7、6、5、4。快王妙儀，零號叫咩名啊？零號。唔知啊。6-16，食零先。